肺炎疫情全球告急，澳洲确诊人数已经接近1000人，日前仲宣布封关，所有入境的外籍旅客必须自我隔离14日。而正身处在澳洲拍摄 Marvel Studio 电影《上戏》的梁朝伟，就因为剧组制片上个星期不幸确诊，加上因为当地疫情不断扩散，电影公司就决定所有拍摄全部叫停。伟仔虽然暂时不用开工，但亦都没有回香港，因为拍回香港之后再去澳洲的时候要再隔离14日，阻碍拍摄进度，所以就选择继续留在澳洲等复工。不过澳洲有这么多户外活动，伟仔可以去行山又可以去滑浪，应该不会闷的。